接着讲。当我冲出库房门口的时候，看见会议室门口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刚才唐科长说的穿警装的人，这人不会超过30岁，1.70米左右，大眼睛，有点小黑胡子，哎，不太重，人长得挺白的。说说那个女的。怎么办？咱俩一会儿搁这里面收去。冲出去不行，别冲了，咱们还是坚持住，咱们坚持住，他们就坚持不住。那么咱俩还回去来地上守着啊。走，你呢？我，我没看见什么。当时我在保健室值班，后来就听见了枪响。我一琢磨，我也没什么武器，出去了吧，也顶不了什么事。搞不好还会增加无谓的牺牲。我就像他们二楼吊着死一样，把灯给关了，插上门，一直没出去。听见脚步声了吗？听见了，来回有几次。几次？枪响以后，一共来回2-3次，每一次经理队那边都响枪。经警队那边，一共共响了几次枪？一共。大概3次吧，头一次想得多。让我出来！我让上来了！他妈的！你让吧，我们豁出去了。那个吓人呢。各个路下的堵截情况怎么样？现在还没有值得高兴的消息。9月28日，对于贺岭市的刑警们来说，是一个紧张漫长的夜晚。如果928大案犯罪团伙在20点以前没有离开贺岭，那么他们已不可能将一支枪带往外地。当然，在公安部门出动全部警力支起这张大网的时候，等待的不仅仅是发案的犯罪团伙，也包括一些撞在网上的飞虫。两栋两听到，请讲。有一辆白色轿车不停拦截，闯过路卡向你方向行驶，车上有一个披肩发女子，请组织拦截，请组织拦截。两栋两明白。来了，冲门，带通缉令。刘头，你后面去，我来拦截。干啥？哪显得着你呀？趴下。你都不知道你媳妇儿能给你生个女儿还是儿子，我怕啥？
我外孙子都会叫老爷了。哎，这回还爽不爽？让你们开开眼界，车到跟前，我一脚加一个弯就过去了。你好，请出示你的驾驶执照。小姐，先下来，下来，下来。刑警们最初注意到的是闯路卡的披肩发女子，但很快刑警们泄气了。在派出所里，驾车人徐总经理的身份得到了进一步证实，查明两位女子是大都会夜总会新招聘的三陪小姐，此前无卖淫行为。全市的老百姓都睁着眼睛看着，有人说了，破不了这个案子呢，那么我们就是刑警。你冷静点，老姜。现在决定从包片民警到各科室的所有干部一律给我上岗，层层立下军令状，一直到破案为止。谁出了问题，谁给我负责任。对，目前有这么一个情况，需要把大家召进来。第十一号失主已经查明不是郑少军，那么这具尸体的失主究竟是谁呢？矿机关的所有干部包括女干部都被领来轮流认了一遍，也没有认出这具尸体的失主究竟是谁。那么是谁有可能在那个时间闯进值班室呢？这个问题很重要。嗯，因为也有可能呢是一名罪犯被打死在现场。对，你们看，这是保干孙国华。据唐秋林自己讲呢，当时他也冲到了这儿，就在门口。保干孙国华在这儿，据周永明和杨立强讲啊，当时他们看见了唐秋林。据唐秋林自己讲呢，当时他可能击中了门里的一个歹徒，因为他听见门里有人哎呀一声。那么这个人会不会就是第十一号失主呢？我看不管唐科长冲不冲到这个位置，苏国华完全有可能在这个位置开枪击中值班室里的一个歹徒，就是这儿。哎呀，如果十一号尸体是犯罪分子之一，那就说很可能出现重大的犯罪线索。目前也还只是分析，有我们说的可能性，也有别的可能性，比如说正好有人到保卫科来找人，撞在枪口上了。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过了。现在矿上的领导和保卫干部呢，都在指挥部等着我们，走，马上过去。走。哎，唐局长。哎，你们保卫科的人员情况调查完成了吗？完成了，完成了。谢谢你的，谢谢。好好。哎，那个现在啊，我们保卫科呀、还有十个人，今天晚上在矿上的呢，是七个人，另外三个人呢都在家里，剩下的都来了。我再问你，在歹徒袭击之前，最后离开值班室的是谁呢？我和唐科长请完假之后，看见唐科长回仓库去了，我不知道我走之后还有没有人走。没有，
再也没有人走过。你是什么时候离开保卫科的？6:40左右。那就是说离歹徒冲进来还有20分钟。你们说在这20分钟里会不会有人来值班室找你们其中的哪一个呢？我看不大会。6:00多、7:00了，这时候来找人一般都事先通过电话，那段时间好像一个电话也没有，是不？往常值班室要来人都先打电话。你们可以去休息一会儿。哎，谢谢。你的意见呢？在那20分钟里完全可能有外人进入保卫科，因为在那个时候不但大门的门卫不知去哪儿，就连办公楼也没有门卫，出入很随便。可是我倾向于认为不是什么外来的客人。我们从保卫科里尸体的位置和姿势来看，冯云丽和冯小明一边床上躺着一个，他们两个都是在没有下床之前就被打死的，而11号尸体死前显然是站着的。如果他是客人或是矿机关以外的什么人来找2冯当中的一个，那么2冯当中任何一个人都不应该没有礼貌地躺在床上。如果客人刚刚到，2冯当中的一个刚刚起身就遭到了歹徒的袭击呢？这种可能性大吗？客人刚刚进门，主人刚刚起身就遇到袭击，前后相隔有多长时间？顶多4-5秒钟。那么这样的话，罪犯只能是紧紧地跟在客人后边来。可在现场的人都讲，枪是先从经警队那边打响的，难道在这个时候客人会一点反应都没有吗？我还是要提出个问题，这个客人或者是外来人会不会是在楼道里被歹徒逼住了，用枪逼着走进屋里杀害的？警警队那边是不是也有人是这样被逼进房间的呢？据活着的警警许东军讲，歹徒在袭击他们的时候，警警队长室里只有值班警警，其他受害者是7-8分钟以后分两批进入警警队长室遇害的，他们肯定是在案发过程中后与歹徒进入这座楼，歹徒也没有估计到他们会来。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在打响以前，如果有一个人先与歹徒一步进入这座楼，歹徒当时怎么会立即跟进来呢？跟得那么紧，把他赶进保卫科才开始动手，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歹徒为什么不稍稍等一等，等他进屋以后再行动？这样做不是更有把握吗？谁还发表意见呢？省厅的人什么时候到？他们正在路上。
还有多长时间到鹤岭？怎么的，也得天亮了吧？有些事情呢，只要有1%的可能，就没办法给他排除列外。就说静静许东军都认为在歹徒补枪的情况下没有伤到要害，不可思议。这不可思议也没办法，也许是他命里该着的。既然当时这个门卫不起作用，那就说明什么人什么时候都可能进入这个案发现场。南干矿这么多人又处于停产状态，那么随时来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是这样，我刚才问了一下勘察现场的同志，11号尸体中了2枪，而且都像是猎枪打的。这么一来，说11号尸体是歹徒之一就有点说不通。你认为他肯定不是歹徒？我不能肯定。我认为现在什么都不能肯定，我们的技术勘察力量不行。对于这具尸体来说，2枪是不是都是猎枪打的关系很大。如果11号尸体是矿里的职工，无辜受害者，怎样来断定他呢？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徐玉祥，你说。第一，我认为从现在起我们必须重视11号尸体，因为唐科长和孙国华他们两人当中起码有一个人具备击毙歹徒的条件。第二，我们要对所有受害者包括受害者的家属负责任。在没有基本把握以前，我的意思是说，省基侦结果出来之前不适宜做尸体解剖。第三，要加大工作力度，尽快查清失主是不是矿上的职工。林书记，王处长，职工的排查工作要你们来做了。人太多也太杂，南岗矿10000多职工，外来的不少，过节不回家的也有，尤其是那些单身汉，3-5天不照面也没人过问。难度再大也要进行。那是那是，刘局长、江局长，哎，有些话呀真不好意思跟你们说。现在呀矿上不景气，停产下岗，嘿，盗窃成风。有些人呢专门下了班以后到矿上来呀转悠。哎，别说了，必要的时候我派人配合你们矿里头，因为这是大案，面要铺得开，这是必须的。咱们大家同舟共济度过这一关吧。啊，好，一会儿啊，真是有重任了，口气都不一样。孙华怎么齐广义，看江局长怎么考他们。第一、第二、第三，轮到他来做总结。哎，不要说，不要说了，大敌当前，谁有本谁上，无可非议。要不弄点吃的呀？我那有包薯片，我怕晚上饿。哄小孩的东西。Thank you.
9月29日晨7时许，由省公安厅五处处长董长林、四处副处长关立强率领的省厅工作组，包括法医专家范子良，经过长途跋涉抵达鹤岭。这表明，从即日起，省公安厅已正式承担起指导侦破鹤岭928大案的责任。他们的到来，使得鹤岭警方的头头们顿时又增添了许多破案的信心和希望。省里领导下来，矿上本来应该好好的招待招待，可是眼下矿上的情况实在是……这林书记，您不用说也知道，我们来这么多同志，本身就给你们带来很多困难。你这样做，我们心里过意不去。哎，老姜，咱们把情况谈一谈吧。哦，情况很复杂呀，全局出动干了一夜，掌握了一定的线索，竞猜勘查呢，我们也初步搞了一点。主要的勘查工作，我们是盼星星盼月亮，就等着你们来呢。玉强也来了。好，我叫学生的老师送上门来了。别别别，这还得靠你们自己的力量。你先不要给戴高帽，我们几位啊，只是几个参谋的作用，实际工作呢，还得靠你们基层干警去做。局长，江局长，江局长，这儿冷，您还是把帽子戴上吧，要不然肯定着凉。怎么搞的？照顾心烦是不是？拍马屁不看时候。局长，我那事儿批了，明天到刑警队上班去。戴上，小心着凉。哎，不说这些了，我们现在初步掌握的线索是这样的。这么大的犯罪现场，来来来，走走走，说来说去呀，就是咱们东北的罪犯厉害，东北的警察也厉害呀。哎，查理，来，进来。哎，关处长，老关，来，快请了啊。来，正因为东北的罪犯厉害，所以东北的警察才厉害。哎，好，东北的警察厉害，东北的罪犯也就不差。前天南方有个省，是哪个省我就不说了，来电话联系说咱们鹤岭啊有两个人在他们那儿做了案，被逮住了，都已经交代清楚了，要押回来。说那好啊，请你们押过来吧。哎，来，过来。哎，好，他们呀非让咱们派人去押回来，那意思不是经费问题，经费他们都包了，他们呀是怕半路上出事儿，那意思只有咱们东北的警察才能对付咱们东北的罪犯。这种事儿多了，我最近啊一直在琢磨，是吧，咱们干刑警的呀吃的是公家饭，吃公家饭呢也就是吃的是老百姓的百家饭，猫养得太肥抓不住老鼠。至于说呢，是东北的罪犯厉害，还是东北的警察厉害，我看这个问题啊，还没有那么简单。咱们就拿眼前这个案子来说吧，是吧？如果这个案子不破，咱们警察厉害在哪？我不客气地说，这伙罪犯不是第一次做大案，以前的案子没破，养虎为患到今天，咱们警察又有什么厉害？
不是说别人啊，我是说我自己。我记得我93年来鹤岭的时候，该破的案子就没破。谁也别要迷信我。我琢磨，那些案子，犯罪分子是不是奔枪去的呢？我预感。来来来，咱们先吃饭。哎，好好好好，来，先吃饭，先吃饭。过去的事儿你先别想了啊。你在车上颠了一夜，够受的了。来来来来来来来，你来你来，来来来啊，来。来老白，怎么搞的？我不是交代过吗？今天早餐弄得好一点，这是省里来的领导。徐书记，国联没和您说啊，本来我是留点茶粥，一锅豆包，还有咸鸭蛋，可是今儿早上来一帮警察，小冯都不知道，全给上光了。这不，我临时弄点豆腐汤，实在对不起了，对不起了，领导。实在对不住领导了。挺好的，真的。跑了一道，嗓子渴得厉害，我还真想吃这一口呢。你兴许给我整点别的呀，我还真吃不下去，是吧，老关？是，江局长，喝点稀的，省着上火。江局长，哎呀，这实在是……别说了。哎呀，让警察同志先吃嘛。又来一帮警察。我说这话不包括咱们省厅的同志啊。咱们鹤岭的警察都要记住，咱们是老百姓养活的。下边这话不好听，我就不说了。看家守院那是咱们的本分，不能走到哪儿就随便白吃到哪儿。说老实话，这个案子要是破不了，连这碗白菜豆腐汤也不配喝。左前臂有异物，为金属异物。右耻骨下三分之一处呈粉碎性骨折，这是什么？左臂轻伤，右臂属于重伤。哎，小凡，你怎么在这儿？哎，小二啊，这不擦点事儿。哎，听说那男干部碰遭抢了、啊，你说这帮人真敢干啊，也真够邪乎的。听说住在那外科病房那个许东军是唯一活着的人，还有别人啊？
你们都接到通知了吧？嗯。凡是来医院看枪伤的，都得报告。可不是嘛，一大早啊就传达了。你说现在这帮年轻人啊，可真是为了钱呐，什么都敢干。年轻人跟年轻人也不一样。那倒是，像你们跟我们家孩子都不错。哎，小凡，哎，国庆节你不回去看你叔啊？这雨田呢，一天也不着家。我操控吧，没准儿。婶儿啊，嗯，我们还得走呢。走不走吧？你自己可得注意点啊。哎，他们手里都有枪啊。是。嗯，走吧，婶儿。哎，走吧。哎。哎，你认识他呀？他是我侄子。哦。就是这里，这边是保卫科，这边是呢警警中队。在这边呢，被打死了六名，这里打死一名，这里打死一名。保卫科里面呢打死了三名，在上楼梯这个地方呢发生了激烈的枪战，就是这些情况。老管，开始吧，开始吧。赵，要注意。9月29日20:19，大规模的动态现场勘查工作正式开始。由于部分现场经过焚烧扑救，工作难度增大，遗留物证至少有1-2000件。对于重点物证的勘查一直持续到当日19:30左右，而完成全部勘查项目还需要几天几夜。这是弹痕，是我们看见的。老范，齐长了解一下吉普车那几个人头发的情况。我正在做呢。哎，齐长，进来坐。我对这几根头发挺感兴趣的，这会不会是罪犯留下的？
现在看，没有毛遂之，也没有毛小皮的特征。什么意思呢？拿两只试管。剪刀。对不起，请你把脑袋低一下。好。什么时间能出结果？再过20分钟。好。江警长和厅里的董处长来了。11号尸体检查的结果怎么样？这个人被击中了2枪，右面颊和左眼部各1枪，头颅的后顶部有开放性的创口，是2枪共同形成的。是什么枪打的？猎枪。都是猎枪？对，都是猎枪。哎，我看，尸体的脑组织里镶满了这种前链，他的右颊部和眼部创口很大，边缘也不太整齐，是典型的散弹创口。嗯，枪击的距离呢？这个在5米以内的距离啊，都可以形成这种创口。不能是手枪打的吗？现在看还不太可能。尸体上有什么特征吗？很少，口腔的右上侧第3颗牙是假牙。这个人是受害者？是被歹徒打死的。我现在觉得沈队长分析很有道理。如果他是来找宝干的，那宝干不应该躺在床上不动的。如果是被罪犯逼进屋里杀死的，显得不怎么合理。这个人可能不认识宝干，比如来保卫科反映什么情况，门卫不在，自己就走进来了。在值班室里呢，两个保干对他又不很客气，躺在那里跟他说话。甚至于这伙歹徒已经看到了这个人往大楼里头走，还等了一等，然后冲进来。当这个人跟宝干刚刚开始说话的时候，就打死了他，也打死了2个宝干。有没有可能出现了意外？
歹徒为了灭口，把自己同伙打死，焚尸后逃走。董处长，碎遗传片整理出来了吗？整理好了，关副处长，请你们过去。哎，这是军用绒裤，带松紧带的。这是厚的尼龙袜子，见火之后也揪到一块了。这是在这个军用皮鞋的上部扣出来的。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就剩下这些东西了，简直是烧得体无完肤，能剩下这些就不错了。要不这些都公布出去，在全矿范围内公布，要求认领尸体。好，十一号尸体不查清楚，会成为我们一块心病。老姜，咱马上开个会吧。再等一下，还有几处必须再重做一下。江长、董处长，麻发剪辑我出来了。这一根是车上后排座靠背上的毛发，在溶液中没有任何改变，说明它不是人发。这一根呢，在溶液中化为灰白色的絮状物，是人发。说明什么呢？说明这是一根化纤制品。这么说那是假发？对，假发。这只试管的毛发呀，是前排副驾驶座靠垫上的，是人发。这只试管呢，是前排副驾驶座坐垫上的，也是人发。是同一个人的吗？不，分析结果不是同一个人的，但都是女性的。长发？长发。披肩发？不一样。这一根呢是带毛鞘组织的，说明原来的长度不够披肩。这一根呢是折断的，有可能是披肩发。但两根头发上面都有香料的附着。能看出年龄吗？怎么说呢，只能说都是年轻人。还是老观点，用毛发检验性别不能判别。这个结果不能小看，说不定什么事利用上了。江局长，董处长，沈厅转来中央政法委和部长的电报。念一下。中央政法委来电时，请务必加强指挥领导和破案力量，尽快破案，特别是不要让枪支流露出省外。9月29日16时20分，部长来电时要高度重视，持枪逃跑威胁太大，又逢国庆，公安厅要投放精兵强将，重速破案，并查清原因，吸取教训。9月29日17时40分。老姜，准备一下开会吧。嗯。